欢迎来到阿尔特尼亚大陆。森林之中，某个角落，有个小队点起了篝火。他们都有同样的梦，那朵宝物闪波隆咚隆。战士总是分不清楚自己的队友，发誓牧师经验不太够，还有一道不知所踪路痴弓箭手，船长他有点迷慌。请问队长，我们究竟还要在这地方停留多久？你靠你靠。船长我在这里不要认错，还有以后禁止卖萌。你靠你靠。战要出没，蜘蛛扭头和不同怪兽，穿过城镇，越过荒漠，终于看到那条巨龙。战士看着巨龙名字陷入了沉默，你是不是叫火火火火？巨龙他说他的名字是容易认错，拆开念着没见过。我们撸起袖子放下口肉，话不说马上动手。你扣你扣，瞬间跳起追踪马蹄扑空，火球冰冻金鱼台风。你扣你扣，可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冰层就散。你扣你扣，观众在不在扣，不可失望啦啦啦啦。你扣你扣，觉得有点迷惑，这个情节好像见过。尼克尼克，怎么到了最后我又变成可爱迷人翻拍角色？尼克尼克，哎，好累。好像这个世界大不相同，谁说英雄必须独龙？尼克